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雀，我雀爸。今天咱们教给大伙怎么去榨汁去啊？来，首先先准备一个石榴，沿它顶端那个位置给它画一个圈，就像我这个样子啊，咱给它画开，然后取下来，哎，然后沿着它这个筋膜啊，直接给它一刀刀给它划下来，有几个筋膜，咱给它划几道。啊、开四季直到你来年，然后咱给它掰开，为你把拿个勺子拿个盆来给它接着点，就像我这个样子给它拍啊。你睡眼很冷，眉眼有红，直到给它拍干净为止啊。看，然后把这个石榴拍好，这个石榴籽倒到这个裱花袋里边，倒进去，倒进去以后啊，挤。初心天从不论红尘与凡喧，素衣不华面，可否春天无分的会与软体时间来后尝尝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说自己